泼水节。本来吼，咱是今年按算讲吼，咱要用迄个30米的滑水道啦。啊，因为咱的水压无够，所以临时阁改转来吼，用咱的一般的溜滑梯啦。但是咱今年哦，有较特别哦，咱有阁准备一个10米的迄个水池，吼大人小孩都可以泡水。好，这是最特别的。那当然，咱今年够邀请的咱的副院长啦，吼莅临现场。好啊，等下咱的立法委员也快好嘛，我讲要来现场啦，吼。所以咱今年人数吼，有比以往搁较侪啊。好，咱陆陆续续，咱只知影摸彩券已经来3000几张啊。好，咱摸彩券是用发票，当然是用发票来衡量啦。啊，不过咱目前的摸彩券已经来到3000多，啊，现场的人数应该目前超过有超过2000人有啊。